正带我女儿来吃年糕。对对，你要吃什么？你把你这边放了。芝士，哇哦，好长这个芝士，烫哦，你小心。好吃吗？芝士还是要趁热吃才好吃。看一下里面有面没有？汤面。我女儿喜欢吃中国的这个宽面。妈妈，这回。啊，这里有，谢谢。哦，有，还有白菜呢。哇哦。这个上面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好像什么坚果一样，就是那个煎饼果子里面那个果子。这个是送给我们的 sorbis。妈妈，吃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茄子麻油。麻油，麻油。참치 참치 麻油。哎，这里也有芝士哎。是吗？对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不辣呀。我也。你也要吃吗？来。咬啊！哎呀，哎呦哎呦！老公，我想吃这。哇哦！年糕也吃吧。年糕。年糕。好吃。蘸上芝士。哎呦！哎，不要，我要跟年糕一起吃。他买啊！好吃。别吃啊！好吃，汤吧。米米娜，怎么样？苏菜鸡。是吗？我试一下这个。啊，可能进。鸡蛋糕。还可以吗？你那看，这个饭，然后放这个，哦，看，那不卷呢？今天天气好好啊，很好。我们刚刚吃完了年糕，现在去吃冰激凌。冰激凌。到处都是卖年糕的地方。妈妈，哪儿啊？我们吃冰淇淋。对，我们吃那个雪冰。雪冰。雪冰。不是冰淇淋。啊，差不多吧，跟冰淇淋。妈妈，拍瀑布。哪里啊？这里。啊，那边有，那边有瀑布啊。瀑布。瀑布不是。瀑布。不是瀑布。老公公公公。哇，老公，我美吗？好美啊。漂亮吗？好漂亮。哪里漂亮？全部。妈妈，我也。你也什么？妈妈很漂亮。妈妈美吗？妈妈是一岁。十一岁啊。一岁。一岁啊。走吧。走吧。哇，好凶呢。哇，好凉快！这么大一个店，就这么几个人。
你们在这里干嘛？躲在这里干嘛？这个，你不是买给明灿的吗？你看你爸爸一直在玩手机，不跟你玩啊？嗯。啊？你爸爸好坏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跟谁聊天？嗯？我女儿说我老公有外遇了。如果爸爸爬上片片面，我得看过呀。爸爸在去问说咋了？听到没？上半年就他妈来过。对，跟奶奶说。下面那个不晓得给啥的给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别戴上口罩呀，那么帅的脸。哎，不帅。啊？不帅。不帅。老公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多久找别的女人？你死了呢，我也就是了。啊，你要跟着我死啊？啊？嗯、跟着我一起死是吗？不行，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快点看着我说，来，很真诚的看着我说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怎么办呢？你过来啊，问你啊，很正经的问题。经济黑。啊？嗯，快点。我一个人也可以啊。你不找别的女人吗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你一定要找别的女人。你几年以后？几年也我不需要。不需要、啊？看着我说，你根本就不敢看我，看着我的眼睛。真的呀？不找？当然。为什么？不需要呀。为什么不需要？可以啊。你想一想。哦，我想什么？我一个人也可以吧。一个人可以吗？不、嗯，就孩子们，我会他们这个怎么说？你会照顾？嗯，我不需要。啊，不行啊！那这样吧，那我回中国吧，就当我死了。啊？讨厌。妈妈。嗯。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去拿雪冰去了。哇哦，这什么？哇！哦，这个是芒果冰淇淋。嗯，芒果。这上面有两个冰激凌，然后一块气质，然后却都是芒果。这个是应该是冷冻的芒果，不是新鲜的，是吧？为什么是冷冻的呀？那有还要芒果的？应该要是新鲜的吧？这么贵，这一个多少钱？13900。13900的话，人民币多少钱？80块。80块。大概人民币80多。80多。嗯。不划算，里面都是冰啊。嗯。我吃。嗯，你吃。好吃吗？不能吃就行。你吃一下芒果好不好吃？怎么样？好吃啊。什么？什么好吃？好吃。哪个好吃？芒果好吃。哦，这个是新鲜的。哦，哇，这个是新鲜的芒果。对的。吃啊。这个是冰的。好，我吃。这个可以吃。这个也是芒果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冰淇淋吗？这是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还可以，味道还行。这个里面还有谷营养谷物，是脆的。我以为烫啊！啊？啊？你选吧，你选，妈妈给你照。我帮你帮我们拍吧，我也想玩。Thank you.
试一下。不要。试一下，比一下。哦，好帅。还这么帅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哎，你跟爸爸带，你跟爸爸带。好笨啊。我老公鼻炎犯了吧，可能在那里一直打喷嚏。这边是无人的，就是可以来这边拍大头贴的地方，然后都是无人的，这里面是可以拍大头贴的这样一个机器。嗯，干嘛啊？我闭着，闭着眼。哎，哦，闭着眼。哎呦喂。脖子都会被他扳断了。这里面应该没有人吧，我们在这笑这么大声音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都是别人。Amy， 哎呦 Amy 啊，没有人，笑死。他们就过来了 Amy 啊。 Amy 啊，你现在比天上的星星还要耀眼。我老公在这拔白头发。哦，老公，我们去那个医院开一下药吧，好不好？你头发那个皮肤科，我帮你拔呀。哎呦，走，我们走了。Go go go go！ 啊，不行！呀呀呀呀呀呀，就还回去。呀，你忘记了，把这个放在这里，又不是我们的，快放好。你们拿好，走。